草根子似的，越嚼越苦。我不喝了行不行？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病，我只是那口气没顺过来。哎，您当我不知道啊？这是大夫给您开的西洋参，补身子用的。哎呀，真苦。你说晚秋这孩子，我早就跟他说了，别弄什么认女纳婿。你看吧，现在认出真的来了吧？那要说这话，我得说说您了。说我？你说我什么？您呐，我看是太冲动了。你想想，这些日子敏华堂总算活明白点了，脑袋瓜子也开窍了，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准备他那个番菜馆，晚秋呢也在张罗着这件事，两家刚平息。您看，你这么一大闹，怎么了？我闹得不应该吗？小贞子，你给我把话说清楚，我围着护着晚秋，我哪儿错了？这孩子从小落下了病，是我把他拉扯大的。现在你把他嫁到了闵家，偏偏闵寿南在临终的时候告诉晚秋让他为闵家续后。听了这话，晚秋着了多大的急，你知道吗？现在阿秀又到了闵家，这万一闵华堂和阿秀把过去的情给勾起来了，那晚秋得受多大的委屈。哎呀，老姐姐，我是说你是什么。我告诉你，小贞子，你还别不知足，包括万良和玉秋，孩子是你的，可都是我拉扯大的。是，别看你给孩子们赌气，我管不了。哼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别人就休想让万良和晚秋受一丁点委屈。这事儿，你当爹的不管，我这个当姑妈的管定了。好好好，您管您管。你消消气，消消气总行了吧？老爷他们一出门就让老姑奶奶看见了，非要跟着去，我怎么拦都拦不住，这不就跟到了西山，又跟了回来。后来您都知道了，没说什么，要不您问问老姑奶奶。是啊，大奶奶，那天大掌柜还有完没完，谁让你们来说的？是晚秋，我跟阿秀之间真的没什么，姑妈她老人家是误会了。我知道你们之间没有什么，可我恰恰是希望你们之间有点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想到了。自从你认小翠做干女儿以后，我就觉得你心里想的肯定不是那么简单，一定还有下一步。特别是阿秀来了以后，你一再挽留他，特别是那天你说出了让他要照顾我，这就更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晚秋，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，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？就不能跟我说实话吗？不错，你的确是把我的心思给想到了。一开始我真的只是想把小翠找来给你做干女儿，让她给闵家延续香火。
可是你拒绝以后，我知道这不切合实际，因为小翠和未来的女婿都无法代替你对闵家家业的志向和信心。后来我去了阿秀家，和他有了进一步接触，特别是当我知道我可能真的不能生育以后，我想到了为你纳妾，可最合适的人选只有阿秀。婉秋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你为了闵家做出了哪些努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就冲你为我，为了闵家，你付出的这份心，我怎么可能做出纳妾这样的事情？我可以告诉你，阿秀在我心里已经成为过去，我们俩不可能再有其他的事情。我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好好的跟你过下去，把咱们的马店越办越大，越办越好。至于将来谁来接这份家业，我不在乎。不过不管谁来接，只要有人再提起咱们天河马店，还记得他姓闵，就知足了。你知足了，可我不能。公爹临终前托付我，让我给闵家生一儿半女。特别在二弟又娶了玉秋以后，这句话就像一座大山，始终压在我心里。我有时候连做梦都会惊醒。可是你现在却不肯给我这么一个机会让我来弥补。我们不需要别人给机会，我们也不需要谁来帮助，只要我们恩恩爱爱，一心一意，在咱们面前还有什么难事吗？华堂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现在是。现在？对。以前我也仇恨过，想过要报复，可现在我觉得，我们不应该成为两家恩怨的牺牲品。婉秋，我要告诉你，改变我的人是你，是你一步步的感动了我。你让我意识到，你不是你爹，我也不是我爹。婉秋，难道前辈的话都对吗？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难道我们就不能在我们认定的阳关大道上走得更远，活得更好？并不能完全责怪他们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的相信他们，因为他们毕竟代替不了我们。我们走的是他们没走完的路。如果你想问是怎么对你爹转变看法的，就是因为我想通了刚才的那些道理。
哥，能求点火吗？我们的洋火用完了，柴草太湿，连米饭都做不成了。啊，是云妹，云妹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早看见你们在这瞎转悠了，我才把锅灶架得这么高。等一下，马上就熟，跟我吃，不理那些洋人了。云妹，我怎么没有发现有马帮经过啊？给重庆丰前庄运的硬通货，马铃都给人卸了，大人听不见了。是从广州来的吗？是，但是我们是在广西经手。笑什么呀？这批货是不是送往昆明的那个重庆丰前庄？是，怎么了？这笔经费很可能就是我们铁路勘测用的经费。刚才菲利普先生说了，只要经费一到，我们就不这么寒酸了。哎，小妹，你总自己单坐着吃吗？男人的饭呀，吃不得。你笑什么呀？你打刚才看见我就一个劲儿的笑，有那么好笑啊？哎，不是，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你，我觉得你真的很棒。你别正话反着说了，我知道，你呀那说我啊，没女人味儿。不是。看着你这身打扮，整天跟马帮在一起闯荡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这可绝不是一般的女人能做到的。得了吧，还不是一个意思，反正我没有娘，从小就习惯听人家骂我。来，给。哎，好香啊。嗯，好吃。好吃你就多吃点，这锅里还有呢。其实我和你有相似之处，都那么的不安分。你就算了吧，哪敢跟你比啊，我算什么呀，一个干马帮的婆娘，你呢识文断字的，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摩登夫人。哟，小妹，你还会讲英语呢。啥你说的，还会讲鸟语呢。真的，你刚才说的摩登就是 model 的意思，就是时髦新潮的意思。没有，那是在缅甸边境的时候经常听别人这么说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也难怪，缅甸和印度都是英属的领地。嗯，这我知道，所以啊我就更恨洋人了，还不够他们抢的，都占到别人家里去了。这跟土匪还有山贼有什么分别啊？小妹，你离开昆明的前一天晚上，天太晚了，有些话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讲。其实我和万良还有公爹都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知道人的民族气节非常重要，可是呢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呢，我们互相取长补短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就拿外国人来说吧，他们有的地方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们，我们要拿来作为己用，这样才不至于落后，不受他们的欺辱。我再给你盛点吧。不用，够了。不过呢，我还是要把它吃完。什么都别说了，我呀是斗大的字识不得半声的粗人，我上床认的枕头，下床认的鞋，我只知道只要是我用得到的就是好的。说得好，那就等着看吧。看什么？看看修好的铁路对你有用还是没有用啊。云儿妹，今天在这儿见到你，我可真高兴啊。你总是高兴的。来，这里。云妹妹，谢谢你。万良他还没有吃呢。拿，给。什么？哇，是烤鸡。
他最爱吃的了。好啊，云妹，怎么到他这儿就变了呢？嗯，想不变也行，不怕烫的话锅里还有，你自个儿连锅端吧。我们也要回去了，昆明见。大掌柜，老总办来看你了。老总办，请。啊。岳父，您请坐，何娟、哎、上茶。好嘞，免了吧，我今天不想喝茶。您找我有事儿啊？啊。我那个老姐姐老糊涂了，我昨天说她了，撒鼻孔多出一口气嘛。就这么一个姑妈，长辈怎么着都不框外。哼，没那个道理。她是怕晚秋受委屈，我明白。不是为晚秋担心，而是怕你受委屈。你也坐吧。啊，是。劝学篇，张之洞的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挺合你的口味。只是随便看看。随便看看也有所收获吧。收获呢还是有的，要不然我也想不到开番菜馆。我觉得张之洞大人的说法很是符合当今的时局，中国绝对不能闭关锁国，要把国门主动打开，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学进来，让他们按照我们的传统来变化，使他们变成更适合我们的东西，这样更好地促进我们的发展。按照我们的传统来，谈何容易？有个叫严复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听过一点。他似乎对张大人的说法不以为然。岂止是不以为然，他根本就瞧不上张之洞。他认为张之洞的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是要把体和用分开。比如，牛蹄子之体在于负重，马蹄子之体在于致远。怎么能把这两个合用之体分开呢？驳斥得好，驳斥得好。学问是没有中西之分的。还记得咱们吃西餐的时候我说过的那句话吗？什么时候能把华夷与和融变成华夷与天下，那就好了。那天您说的是中西，没说华夷。我这么一改，你听着不更顺口吗？大少爷，大少奶奶。啊，姑妈，你们来了。姑妈，听说您病了。哎，刚刚好一点。你哪不舒服啊？看医生了吗？没事儿。管闲事给闹的。看，你又去找气受了吧？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大姐。姑妈，这事儿我们都听说了，我觉得您的本意是好的，但是您这样做恰恰是伤害了大姐。
我伤害了他。姑妈，您的想法也对，我一直很向往国外的那种自由恋爱的结婚方式，更令我感到先进的是，他们奉行的呀都是一夫一妻制，这样呢可以极大的解放了女人，对于后代的抚养他们也有比较科学的认识，并不像我们这样把生儿育女全都归结到是女人的责任，甚至什么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样的说辞呢。可是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不是说谁能改就能改的。姑妈，在咱们家您就是老祖宗，您要是改了那不都改了吗？切，就你机灵，我改什么。姑妈，就算您不改呀也会有人改的。谁呀？我敢跟您打赌，经过您这么一闹腾，大姐和大姐夫肯定有一场推心置腹的长谈。嗯，他们能谈出个什么来？哼，您信不信谈的结果就是一改过去。改什么？不生了，不娶了，恩恩爱爱的过日子了，再也不给姑妈您生气的机会了。这才是我想要的呢。姑妈，晚秋你来了。姑妈，你看大姐也来了，让她陪您聊吧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好聊啊。姑妈，这是华堂让我给您送来的鸡汤，他说让您先消消火，过几天他就亲自过来看你。哼，用不着，以后少在我面前演金瓶梅就是了。姑妈，您别生气了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，这事儿啊不怪华堂。不怪他，那就应该怪你，少拍马屁了。你给姑妈说实话，你把阿秀弄到家里来到底是什么目的？姑妈，人都走了还能有什么目的？那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了，你在张罗着给敏华堂纳妾是吗？姑妈，我就想问您一句，您觉得作为女人这辈子您过得舒心吗？舒心？说真的，要不是你们几个在我身边哄着我，这几年我还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呢。姑妈，我知道这些年您拉扯我们姐弟不容易，我也知道当年姑父的死对您打击很大，可您硬是挺过来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还不是因为我娘死得早，我爹又忙着做生意，您把照顾我们当做了您后半生的希望。你说的没错，你们几个孩子都是姑妈的心头肉。玉秋是因为你爹的固执先走了，所以我更要好好的把你和万良给看好，不能让你们有任何一点差池。姑妈，我知道您对我们的这一番情谊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在您和我的心里都有一份难以涂抹的遗憾，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没有完成女人这一辈子最大的任务，为自己的男人生儿育女，你说对吗？万秋，姑妈，我知道您这么照顾我们其实也是在弥补您心中的那份遗憾，所以您对我们呵护备至，只怕我们受半点委屈，这些年您还有我们几个作为寄托，可我呢，我拿什么作为寄托啊？我这么做不就是想弥补心中的那份遗憾吗？
孩子。哎，一边一个啊！是。嘿呦，不错不错，还真不错。哎呦，洋酒啊！我说何大经理，这以后你可是天天要跟洋人打交道了啊！哎，跟你说句心里话呀，自从那次去了老总办家以后啊。感情这洋人吃饭比咱还讲究，这规矩啊多得出奇。我就琢磨着，这大掌柜的让我一个人管这饭菜馆，我这心里还真有点打鼓啊。就算是打鼓，你也得给我打出个点儿来。大掌柜，打鼓呢就是心虚，心虚呢就是没底。郝姐儿，我都替你想好了，你呢就把那鼓收起来吧。哎，贺全，这回你可得感谢大奶奶啊。那是那是，与其说难为你这二把刀，还不如使正宗的呢。你们看着吧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着咱们天河番菜馆是怎么给中国人长脸的。时机终于成熟了，当这件大事即将来临之际，我们反而要慎之又慎，应该再好好的合计合计。徐帮办，你怎么看？法国人让咱们以垫付款开始土方工程，一是想抓在雨季之前抢工期，二是给朝廷施加压力，促使朝廷尽快的批下折子，这些都好理解，怕就怕夜长梦多，万一朝廷有变，那搭进去的可是咱们呢。美娟啊，你说呢？我听爸信里说，早就传出朝廷想把铁路收回国有，然后再把铁路全卖给洋人，这样就逼出了正在各地酝酿着的护路思潮。但是不管事态向哪个方面发展，想依靠中国人自己修铁路，一财力不足，二技术不够，三人才匮乏，都只是一厢情愿。再加上朝廷与洋人的征战，屡战屡败，缔结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，这些都可以证明朝廷让法国人修建滇越铁路那只是早晚的事情。茂才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少奶奶说的有道理啊。嗯，那就这么定了。茂才，在，你和钱庄接洽，我们要抵押借贷。是。万良，你继续与法国人商量，争取早日签订工程承包的契约。好。美娟，嗯，继续关注勘测，通过勘测我们好了解路基土方工程的质量要求，我们也好达到他们的标准。嗯，好。你们看这样安排怎么样？行行行。老总办，那我走了。嗯，去吧，有什么拿不准的立刻禀报。是。爹，美娟在勘测现场遇见云儿了。哦，她怎么样？哈，让他跟你说吧，我也忙去了。他显得有些沉闷，像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是啊，别看他以往那么刚强，可一旦离开了寸棚，一切都要自己担当了。他不难才怪。您知道吗？就是他在我们勘测队运送经费和给养呢。也许他就在昆明。他没回马店？刚才在餐馆见到姐姐和姐夫了，没看出他回来的意思。
们应该去找他。好吧，我去。如果你说不动他，就立即回来告诉晚秋，到了昆明不能让他住在外面。说说你为什么不回家？其实家就是家，就是亲情凝聚的地方，是化解困惑、温暖心灵、萌发希望的地方。我那有吗？我娘没，我爹走，二哥去了，我怎么有这么个家呀？那姐姐和姐夫对你不好吗？好啊，当然好。只不过，如果没有当初的逃婚，也就不会有后面的那些是非。我二哥，糖葫芦，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。都已经过去了，姐姐和姐夫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责怪你，他们还一直在惦记着你呢。我跟你说，别看有的时候家里也会有吵有闹，可人是不能没有他的。人如果没有家，就像梅根的浮萍，就像飘荡的流云，慢慢的连心境都会变得荒芜的。可是你不会。我为什么不会？因为你心里还没有绝望，还有惦记着的人，还有盼头。谁？孙鹏？别胡扯了。要说我心里有割舍不下的人的话，那就是我哥和我嫂。他们真的太难了。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即使这次阿秀和小翠在那样的情况下离开了，阿秀来了。那他怎么又走了呢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阿秀来了，姐夫陪他去西山烧香，被也去上香的姑妈发现了，回来以后姑妈就大闹了。不行，我得回家去看看。糖葫芦。洗洗干净，然后用白布擦，擦得亮一点。是，大奶奶。哎，小心点啊，玻璃的很容易碎。是，大掌柜。跟他谈得怎么样？你放心吧，我才一开口他就连声答应了，还说他早有这个想法，反而让我们先开了口。这说明啊，他们洋人也明白，要想在咱们中国的土地上办他们洋事儿，没咱中国人还真不行。夜郎自大。
不，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现在老姑妈不再干涉大哥和大嫂的事了？经过左劝右劝，我想是吧。哎，那我大哥和大嫂现在怎么样了？两人好着呢。哎，你看他们正在一起筹备开饭菜馆呢。那可太好了。走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云妹，你可回来了。你要不是我在南门外的马店找到他，他还不好意思回来呢，说什么怕给家里添麻烦。傻妹妹，胡思乱想什么呀？是嫌嫂子错待你了还是怎么着？不回娘家住别处，要是外人知道了还怎么看我和你大哥？走，回家去。大舅奶奶，有劳你了。大姐夫快别客气了，回去啊，好好陪云妹说说话吧。哥，你为什么开起饭菜馆了？你以为你哥开饭菜馆是推崇番俗啊？告诉你，都不是。你哥呀，是要显示咱闵家干什么都不会比别人差，更是要显示咱们中国人一样能够经营好洋人的饮食。来，跟哥说说，为什么不想回家？哥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这段时间我一个人在外面跑，想了很多。你说，如果没有我当初的逃婚，二哥也就不会被逼着娶玉秋嫂子过来，爹就不会被气死，二哥也不可能参加什么抗法战争，玉秋嫂子也不可能这么早的离开我们。这家里的变故，一切都是因我而起。这家里的事，只要和我沾上一点边儿，就会闹得乱七八糟，谁都不得安生。我真的不敢回家，我怕。怕什么？如果你当初没有逃婚，嫁给了万良，你们俩之间还是没有感情。而且就你这脾气，能过得顺当吗？爹看着你们每天斗气，心里能好受吗？再说，你也知道你二哥的性子，洋人打到了家门口，能不挺身而出吗？哥，你如果非要较真儿，当初是我让你去追村鹏的，罪魁祸首应该是我。哥，你都不要这个家了，还怕出什么乱子吗？好，我今天就当着你嫂子的面，把我当初的想法说出来。我和你嫂子成亲之前，心里装的是阿秀。在你准备成亲的时候，这个疙瘩在我心里一直没解开。你是我最疼爱的妹妹，我不忍心让你像我跟你嫂子以前那样承受痛苦的煎熬。哥，你能不能别说了？你让我把话说完。就是因为这些，我才在你成亲之前的那天晚上给了你匹快马，让你去追村鹏。我是想让你去追求你自己喜欢的、向往的生活。你走了这些年，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，那时候我才发现你嫂子对咱们家是那么的重要。这么多年了，你嫂子从来就没想过她自己，她心里只有闵家跟我。你嫂子对我的这片心让我发现什么才是最可贵的？他这么做是为什么呀？他还不是希望整个家能够和和美美、平平安安，尽快兴旺起来。而你现在却连家都不回。先不说你对得起、对不起死去的爹和华州，就是我和你嫂子，你又对得起谁呀？爹，我的傻妹妹。是那么说，我也实在担当不起。大嫂只想和你说一句话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这个家不能没有你。大哥，大嫂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哪儿也不去，就留在这里，把爹留下的马店好好的看好。
没想到疙疙瘩瘩堵了几十年了，到大掌柜这辈儿反倒合了，还合伙开了番菜馆。你说这里边的缘故到底在哪儿？你觉得是合吗？一个以道德为本，成守遗风，一个离经叛道，经世致用，从来就没说到一块儿去，现在走到一起了，还合着开了个买卖，你说这不叫合吗？非也。朱家一向主张趸，洋玩意儿趸来就卖，而闵大掌柜的却不是这样，就像在柿子树上结黑枣，结出来的果子既不是柿子也不见黑枣。你看看番菜馆，有中有西，有不中不西，这是不是区别？是有区别，有区别。区别就是分，故而合中有分，分中有合，这才是正道。想叫吃没门，我早就防着你呢。壮志翱翔。